大家好，开心哥老铁们设计的装备系列，我们继续最新的一期啊，今天不得了了，这个非常兴奋。之前给我们寄战术背心啊，老铁们设计的战术背心，哎，这边熊猫老哥，哎，他就抽空搞了这么一套。这个眼镜的老哥看出来，这个是 LBX 的4020/4019，他们那个 MAP 系统哈，那个其中一款面板了，它是一个复刻改良版。那最大的特色，我先填了一些装备了，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后面是一个袋鼠仓嘛，是吧？一个三甲的，前面的一个行政包，或者你说地图包。它是一体式的，它不是挂在外面的，啊，这是它其中当年的一款设计了哈。前面啊，这个就 MAP 系统啊 ，MAP 系统的一个家族特征了，啊，毛面口袋，然后后面是一个主要的口袋，主要开口。我们等一下看里面，好吧？然后它看一下背面啊，它的这个设计改良版呢，就看到了这两条有没有？因为原版它是20毫米扣距的，它这里第一个改成了25，标准的英寸扣距，兼容性更好一点。那第二个，它的这个毛刺面的这个结构是开放的，哎，你可以换这个扣距，而且更方便的是，你可以调这个高度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大家知道这个扣距啊，你换到怎么说不同的胸挂或者面板上，就是战术背心上，是吧？有时候这个高低啊，这个是吧，差有一些或要么长了，要么短了，哎，这里你可以调，你还可以换这种扣，也不用这种英寸扣距，你用这种机护也可以了，是吧？法老他就用这种嘛。啊，这个 POA 加油，这个啊，你感兴趣可以搜一搜，这是老哥寄给我的哈，寄给我。好，那其实是另外一个，哎，最给力的，好吧，就是还可以有一个第三个空间，第三个空间就是现在好像大家潮牌好像都爱搞这么一个就是临时的放置空间，哇，这个就很实用啊，你可以临时插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口袋跟后面的袋鼠仓之间，中间是它是其实是通的，中间是通的，那大家可以从这里出来。你就可以怎么说，有时候你做 tactical reload 有没有，你 tactical reload， 哎，你这个是吧，拔掉一个，然后你这个换下来的是吧，你就可以临时的，哎，放在这里。所以现在你看到我们一放，你看到了五个嘛，其实我这里面还有两个，好，两个它占了位置，占了位置，其实它最多可以放置几个呢，根据我的测试，这么一款小小胸挂你可以放八个弹夹，没有问题，这个空间非常给力啊，空间非常给力。然后直接，好吧，直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主仓里面。就像你看到了，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毛面，这里有松解分隔，也可以放新 body tool 或者是你的这个什么充电宝，哎，充电宝什么非常合适，是绝对够宽敞。单这个口袋就稍稍比较薄一点，你看到，稍薄一点，不是那么厚了。然后它的袋鼠仓呢，其实下面有两个孔，你可以再扩展保些东西的。它的这个袋鼠仓呢，其实是一个什么毛刺面封口，毛刺面封口，它其实有里边有两条支带，就是这样，把它分成三个口袋嘛，三个仓。其实你如果从一个是吧自由配置的角度，如果你不需要，我觉得你肯定可以把它去掉，可以把自己把它剪掉，然后自己再配置更灵活嘛。啊，但是原版的它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看 ，LBX 也是用的这个。这种松紧的，它这个也是复刻的，这个提手，伸缩提手，是吧？这个就是你一般来说，你如果跳伞，那跳伞如果你是这样一种状态下来，是吧？挂在树上的话，哎，它就非常有实际作用了，是吧？非常有用了，是吧？这个也是个珠子啊。其实我这么看，这个用料做工都 OK 啊。那熊猫老哥他就是这个要求，这个、要求很高。他说他觉得工厂啊，这个感觉做的一般，是吧？质量一般，但是我看就 OK 了。是吧，就是刺面，这个非常好的一款战术前面板，前面板这个当时出的价格蛮贵的，原来我记得，对，就是很多也是很多年前了，很多年前了，这个前面板 MAP 系统用的可更换的是吧，那时候也是主打这么一个玩法了，现在就很多了，现在就很多了，当然当年原版那个卖的贵的它还是20毫米扣距，兼容性也差一点，是吧，这个好像 TMC 都没有做这款的复刻，它别的可能背板的有，那这版前面板是没有，好像是没有我记得，对啊，现在就是有这种改良版，哎，可以换扣距，你还可以调高度，是吧？更好的兼容。所以感谢老哥，可以去，我相信这个评论区，这个老哥一定会出现的啊，熊猫老哥啊，你可以这个站内线私信问一下他，看他有没有多余的，或者是什么样，会不会闲鱼还是怎么样的啊？总之这款面板是期待已久啊，期待已久，一直没有入手，是吧？我没有入手，虽然我有 MAP 系统的背心嘛，但是我就一个普通的前盖，毛利的。是吧？因为 LBX 说实话都很贵了。好吧，这就是这一期视频啊，感谢这个熊猫老哥啊给我们寄来的又一套装备。
啊，非常兴奋，非常兴奋，好吧。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订阅、分享、点赞。我是泰迪，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